敢摸在自己的接力棒上面，不可以碰到别人的，像这个就不行，不可以碰到别人的接力棒。第二个，手不能摸到弹珠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排排，看要怎么排，让弹珠经过每一个人的管子，然后最后跑到羽毛球里面。那掉下去了，对，高了往下，很好。那你们要怎么排？你们要怎么排？先到地上，那你们要这样转一圈吗？还是你们要直接排一排就过去了？排一排就好，排一排就好，对嘛？聪明。球在这边而已啊，你们站太远了吧？一个一个接过去啊，一个一个接过去就可以啊。那你这个是？对啊。这边这边还是这边这边过来，哎，要接到，我要接到这边啊，对对对，很好，而且后面就可以接过去了。好，再来，没有带他出去，手不可以摸到别人的棍子哦。带他摸啦。好 ，OK， 很好。哎，球是不是要到棍子里面啊？棍子是要到球里面。好，对，好，那我要好的吗？那我要放了。手不可以碰到别人的棍子哦，手不能碰到别人的棍子。好了，那我要放了哦。好，开始喽。哎，卡在哪里？卡在哪里？可以晃一下。啊，有了，进去了，在哪里？卡在哪里？有人棍子卡在这里，要怎么把它放下去？摇。摇棍子。你要不要？好了，有了，快点，好，有。好，在哪？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把它晃下来就有了。好。好，非常好。来，在我面前排练。小队长，帮我回收所有的接力棒。